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广州奥王达啤酒有限公司，我是公司内贸部的业务经理陈真，今天我带领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工厂。工厂位于广州花都诗岭，1985年创办，占地面积7000平米，拥有员工500名，主营学生书包、双肩背包、拉杆背包、商务背包、休闲背包等业务。公司目前拥有14000平米的车间，拥有德国进口的平头车、高频车、电脑车、打枣车，设备300多台，引进日本进口的自动流水线设备，日产出量3万个，年产出量300万个。我们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，与欧洲的设计团队合作，每月可以出300个新品，取得了悬浮弹力减重、中空护脊、光纤警示、光能蓄电等箱包的科技研发成果。我市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获得了8大质量证书和 ISO 3大认证，拥有308项专利，其中发明专利1项，国家专利3项，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商标注册，每道环节都有专门的质检人员把关，拥有电脑、拉力机、震荡测试机等检测设备，严格执行国内和国际纺织品的质检步骤。合作的知名品牌有鳄鱼、名创优品、花花公子、红蜻蜓、袋鼠等。仓库储存量达到100万个，采用了金蝶智能仓储管理系统，每天打包量2000件，现货24小时发货，7天出样，30天交付10万件，保证发货稳定。我们秉承诚信为本、品质为王的理念，广州奥王达啤酒有限公司诚挚期待与您合作。